撞撞人间一趟，难免会沮丧，就当疼痛都是假象。喊嘿就狂奔去远方，斩掉那些无聊的伪装，去把每一种希望都绽放。让让林哥也曾在黑夜中彷徨，也曾被轻易的遗忘。谁呀？酒店问我客户满意度。那刚才……对了，我今天去警局呢，顺道把你手机拿回来了，你看看。哦，好。哎呦，幸好早有准备。玉帝、王母、诸位神仙，让我糊弄过今天就是胜利。老狐狸手机的密码当然是我的生日，不该有的 app。一个都不能留。那我们又是为什么来的这儿？本来我们是趁你休假，我们高高兴兴来这度假的，结果呢，中途又因为我买错了你喜欢的牛奶品牌，你对我大发脾气，而且居然还摔门而去，删了我的微信。自己看，接着我就追出了门，谁知道我就看到你被车撞了。说到底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惹你生气。你不用对不起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这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之前太过分了。明总，你不在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回国7天后拆开。要是我看晚了，耽误了宁总的事儿怎么办呀？知道你一定会忍不住提前看，所以我设置了定时发送，72小时后会自动发送到你邮箱。宁总，你太残酷了。李浅，我们以前还经历过什么事儿？你再跟我说一下吧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穿了一条巨好看的裙子？我还记得那天你的目光就没有从我身上挪开过。哎，那天不是下雨了吗？地上就有很多积水，我就提着裙子想一脚跨到马路对面去，谁知道我踩到马路边边的时候一下没有站稳。哼，thank you.
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这个快掉了。你李显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谁能想到故意让金帕克和 GC 合作，会是我们的计划之一呢？表面上是他们达成了产线，实际上渠道早就被关顶，暗中给搞定了。GC 要想发展国内业务，就不得不和关鼎合作。真正被抬升估值的是关鼎。可惜了，第一个想到这个计划的人不是我。冯梅啊，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谦虚。是宁成明，两周前他就已经获悉你安排财务计划拆分产线的收益，他猜测到了你暗中跟其他人交换股价，想提升估值以后卖掉关鼎，全身而退。所以你才建议我，促使 GC 以为关鼎放弃了产线，转而收购了恒星夸克，实则是以产线换代理渠道，转被动为主动。林成明这个人，一旦开始怀疑，就不会停止。他会挖空心思去探测李清理的每一个秘密，我们不如先顺着他的思路去做，再出其不意，反倒有可能会占上风。这个老狐狸，计划要变，加钱，不留活口。目标换了房间，他和一名女客住在一起，在哪儿？1314号房，放心，明天我会顺利让你进入酒店的。李浅，嗯，还不睡吗？睡，睡，马上就睡。晚安，睡了。GC 产线才跟踪宁成明，谁知道他遭遇车祸还失忆了。再然后，我为了确保这单合作万无一失，才更换手机卡稳住宁成明。如何在收拾好自己行李的同时，将宁成明交给齐伟？如何完美掐点我退房离开酒店的时间，让宁成明得知真相后无法抓跑我？